迷你空拍机柯文哲一操作就变武器，直冲自己摄影官，吓得大家差点四处逃窜。 K 自己人就像民进党决定自体人选柯文哲，长叹无奈。其实大家想法都差不多了，就没问题。所以是有是礼让还是不礼让的想法？对啦，我们是尊重对方的想法嘛，大家方便就好了。 跟绿营高层谈也谈了，结果看来就是不再礼让。柯文哲立场尴尬，有人拿出过往台北市长选战分析，当大律分裂，柯文哲将成为弃保第一目标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，都每次都跟那个家属讲说，如果翻脑有用哦，我现在大家坐下来一起开始翻脑。说不担心是骗人的吧？另一边，绿营要自体人选，要问句笑得很开，来到过去只要柯文哲的公庙，直接跟选队会喊话，挑战柯文哲不用考虑赖清德，不用考虑陈菊，被我不可。我一直都有信心啊，我长期的准备，那我会把我所做的准备跟选队会来说明。 笑容只差，没列到嘴角。伴侣阵营各自竞争，国民党这边尽管丁守中已经代表出现，但曾经被视为黑马的蒋万安，跑通他脚步不曾停过。是我们丁委员，虽然也许大家会认为好像起来不是那么的像汪这么的耀眼，可是我知道我们的丁市长是非常认真踏实走每一步的。我绝对是全力来辅选，全力来支持丁委员。 新人差点讲错话，吓得蒋万安赶快澄清。国民党夺回北市这一战的策略，先看泛绿互咬，再来出招。三立新闻潘建化、陈君杰、黄新成、陈仲台的报道。